本节目由德芙巧克力冠名播出，带上丝滑的德芙，传递愉悦的力量。完美，这个我开吧。好，我们剩下的五个人打两辆车，那你叫一辆，我叫一辆。好，那我跟小胡的车吧，我来导航，然后亮哥在机场等我们。好，你放车上就行。你的，这是昨天花掉了。谢谢姐。给你的。是什么呀？送给你的。啊，谢谢，谢谢。嘿嘿嘿，一切辛苦都值得。还有100米，走吧。走，一会儿见。好，一会儿见。走吧。出发。超哥发来一个消息在群里，说在揭晓冰岛的导游最终结果之前，请我和兰姐继续担任导游，带领花少团顺利抵达冰岛第一站。我看他了，看你俩干得好，延长了。我以为我会开心的走，没想到还有冰岛。我觉得你到机场应该就开心了。为啥呢？我还有冰岛呢。冰岛那个我，你真觉得会是你吗？我不觉得了。因为那个行李箱里没法去估摸他到底会是谁的呀。人家也没有说第一个出行李的人就是对啊。是是是，今天睁眼我就跟兰姐说，我说兰姐不对，我说昨天超哥好像并没有说第一个行李箱的人就是导游，他只说记住顺序。对啊，那这个顺序也不懂，会不会一人负责一天啊？麻了，人都麻了。Here, thank you so much. How much in total? 32. Okay. 好久不见，亮哥。好久没见。这一转眼很快呀、啊。玩的愉快吗？在哥伦比亚？可以的，很舒服。优秀，辛苦啦。Good. Good. 你都齐活了吗？齐活了，咱们就撤了。谢谢亮哥。感谢亮哥。好嘞，拜拜亮哥，拜拜，走，放行李，我们就混着来吧，反正最后也是混着来的。先进去的后出来，先进去的后出来，谁转圈谁先转出来，谁都是导游吧。Next passenger. 救命。Yeah, first luggage. Let me check. Is that 秦岚 ？OK.爸爸姐这个 OK， 我这个箱子我看也不错呀。OK， 哎，我来，我来。你们两个要敢把我的箱子最后拖，真的，看我不整死你们！我就看你们两个在那一二三四五的，在那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我就看你们啥时候拖我箱子。这他选的，姐。他选的甩锅，不是不是，他在一堆护照里面就乱抽，你知道吗？甩锅，继续甩锅。我不知道，我没看见，你听他的吧。真的真的姐，我不骗你。我觉得我们最后这八天，因为大家互相打，互相动。为什么把我的箱子放这？为什么不相信我？是我是，你就是故意的，对不对？大姐，像八姐被选中的几率很小，她就一个。我也就一个，爹。你也就一个。我特大的要最后出来。那搞不好就是因为那个太特殊了呢。无所谓啊，结果出来就。怎么回事啊？爸爸。没想没想，应该不会。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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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岛，传说中去一次就可以永远告别纠结的地方。陆地板块的分离让无数岩浆破海而出，一座座火山的诞生开拓出了冰岛最初的领地。北极圈的冰川则以自身的厚重与之对抗，从未间断的冰与火之战，加上北大西洋的暖流，造就了冰岛独特又有生机的异世奇景。这里人口总数不足40万，却是全球所有旅行者最向往的国度之一。花12天就可以轻松环岛一圈，时间有限的话，你也可以选择一个方向出发，向北去看玄武岩壁、海豹沙滩，路过侧势力的红房子、自然雕刻的犀牛石，米湖复杂的地貌真正彰显着北冰岛火山地貌的狂野与奇幻。向南一定不能错过的是奇妙黄金圈，与农场里可爱的冰岛羊不同，斜刘海的冰岛马总是难以邂逅。除了能感受温泉、体验浮潜、各美其美的瀑布、一星一般的海洋与沙滩，都让这条前往冰川的路愈发生动。一边是火山，一边是冰川，花少团最终会去哪条路线？冰岛毕业旅行，现在出发。呜 ，so cold。弟弟，让我们快点出来，行李要出来了。不是吧？咱忘记这事儿了呀？这个结果，我不想看。我先跑了，我去录像。落地冰岛一瞬间开始行军。完了，压力上来了。Run！ 快冲啊！在这儿，我要吐了呀！谁的上去了？还没有。落地冰岛就开始行军呐！我快吐了呀！我也快吐了。哎，这个顺序是每个人出第一个箱子的顺序，还是谁先出完？每个人记住自己第一个行李出来的顺序。啊，第一个行李出来的顺序。好嘞。第一个行李。来了，听到了。哦，天哪，我又冷汗了。欧莫，谁？这不是咱的，不是咱的。哦，安云吧。不是我的。不是我的，你的，这不是我的，不是，也不是我的，这也不是我的。这是兰姐吗？姐，啊，不是，你不要，不是我的。Let's go！ 哇，这太刺激了，跟开彩票一样。我觉得我好像要出来了。我好像要出来了。我好像要出来了。哦，紧张，这有点玩项目了，受不了，看不了，太吓人了，这一个一个的干什么玩意儿，哐哐的砸的全都是贴着贴的，一个一个往，这心理素质得多好，我这内核已经够强大的了，都觉得已经有点受不了。自己记住啊，第一个。你就随遇而安吧。哎，那是不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把第一个到民宿的任务都交给第一位导游了？不，每个顺序都很重要。好。
每一个位置都很重要，哪一个位置都有可能，对吧？超哥不会让我们那么容易猜到的。第二个，第二个，第二个，到我的。第二个，还是我？哎，不对呀，咋是咱俩呀？咋又是我俩呀？那就是咱俩。好嘞，好嘞，就这样，姐来了。姐，第三个，咱不就说嘛。下一个。第四个。哦，我第四名，第四名很安全，哪儿也够不着。这是谁？这是谁？我应该是第五，我应该是第五。第五的，这是我吧？该你了。那我就是第六个。你是最后一个。好嘞，你是吗？来，第五名。哎，光第五名了，我箱子。哎，你的箱子呢？过去了。这个顺序麻了，紧张。我肯定是躲不掉，有一点懵懵的，就是不知道要搞什么幺蛾子。直接就发呀，现在就发。里面是钱和。电话卡啊，钱和电话卡。好大一只红包啊！我们有信用卡了，朋友们，158000元。打车，现在只能打车，没法租车。那咱们先出去吧，走。这边走啊。那我们要不要出去看一下出租车大不大呢？行。我看见了，小的，就是小 Uber。我觉得两个人一辆车可能行。对，就问他们吧。Excuse me, this is our destination. Can you give me a like? It's like a 20,000 less more, but that's the price. 20,000. 20,000 krona Icelandic. Oh, krona. Okay. 20,000. Okay. Thank you so much. 两万，差不多两万一辆车，1000块钱人民币。走走走走走，可以。他如果这里租车租一天的话是6万多一辆车。哦，那就弄这个。We need a four car. We need four car. Four car. Like this. Like this bigger one. Bigger one. Is that okay? 来吧，干活了。Come on. Okay. That's all. 出发了。Go.这是节目组让我发给你的任务卡。拉倒吧，又给我整死猪。拉倒吧，我刚放这儿了。Yes, for tonight. So we right now we go the way go to the hotel right now. At the password, right?Yeah. Okay, that's great. Thank you so much. Bye. 哦，这个房东他不是住在这儿的，他这个是他的假日房子，他在这儿买的，然后平时就作为一个民宿。然后他说他不在这儿，然后他会把那个密码信息发给我们。然后他说有一家超市离他家那边很近，我们可以去那边 shopping. Okay.其实一想也过得挺快，是吧，妈？嗯。咱俩这一眨眼，第一天咱俩在那开会还说应该很快也就结束了，结果到今天就结束了。对。但是不知道呀，一会儿。我觉得无论如何，今天我们肯定两个人都先认了。对。就后面的怎么不知道怎么组合，但是我们两个，我好担心。节目组说从今天倒数第七个箱子开始往前倒退，我就。没事，我们都在。超哥，你真的好能想。冰岛还挺独特的，嗯，感觉没啥人，大荒原一样哈。嗯，他们这有没有夏天？这不北欧吗？北欧没有夏天。北欧就冷呗。北欧跟我们东北的区别是吗？那区别太大了，姐。说说。你看，这是东北，这东北在这儿呢。这是不是东北？你知道北欧在哪儿吗？在哪儿啊？地球的另一端。在这儿。
再往前，再往上就只有北极了，我的姐呀！哦，这么远呢？很老远了，这么大距离？对呀、啊，地球的两端啊！哎，跟北，跟它东北有啥区别？哦，那地球是圆的，是不是？它如果折叠过来，那它不就在一起了吗？这段一定给新老师剥皮啊！地理考五分的人，啊，好漂亮！哇，你看，哇，有点像新疆的高速公路。哦、是吗？对吧？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啊，都说就是快点离开自己的家乡，想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总觉得就是自己家乡都看腻了，就自己家你就老挑剔，你很想去外边看，然后等你长大了，你在外边漂泊久了，你就会越看哪儿越像自己家，你就会去寻找熟悉的东西，你会觉得很怀念家乡的味道，包括所有的地貌样子，就全是童年记忆里那种熟悉的感觉。是，那你每年会回去吗？我已经10年没回去了。真的吗？那你不想家了？我爸妈会来陪着我。其实父母在哪儿都是家。是，只要父母在，永远都有回去的路。哎，想吃我东北大骨头棒了。我也想吃，我想吃酸菜。我不想吃酸菜，我就想吃那个煮的大骨头棒。我刚才看到我那个朋友，他叫骨猪。看到那俩字儿，我就想吃大骨头棒。我的天哪，姐，太吓人了！想吃大骨头棒，太吓人了。我觉得我都好多天没有好好吃过肉了，我觉得我有点暴躁了。我现在唯一能够缓解我、稳定我情绪的，我觉得唯有骨头棒，就必须得是大骨头棒。白不呲咧的白糖煮的那种花椒大料葱姜蒜，然后白糖煮拿出来煮熟了之后，一口咬下去，嗯，然后再拿吸管倒那个骨髓，戳戳戳。姐，饭 ，take away。哇，中餐厅是不是？哎，有吃的就行，咱就是说，对，咱就是说，咱们在这儿怕什么呢？咱们有吃的，就怕吃不了饭。早上买杯咖啡，可能这也都解决了，是不是？对。啊，我是一杯没有一杯牛奶解决不了的事情，我是没有一杯咖啡解决不了的事情。我们俩是牛奶和咖啡，牛奶咖啡好拍档。哦，对了，大家知道我们的名字吗？力挽狂澜，力挽狂澜。今天我们俩公布一下，就是力挽狂澜卸任的时候公布的。对，哇，到了吗？到了，你看这夕阳呀！哇哦。哇哦。哎，快来快来快来，这是我导游的最后一个工作。Enter password. Open. Oh. 哇，收工了。哇哦。哇哦。Hello. 哇哦。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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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惊吧。哇哦。一共是7个人的位置都在2楼。哇哦！哇，这俩小床都挺好的。朋友们，这是一个沙发床，这个可以打开的。哦，这个好好呀。哇哦，还有个小院儿，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下才会出来。你晚上是睡这儿吧？啊。我跟安宇啊。你看这个餐厅，哦，好棒。你看这个厨房，很酷很酷。哎，不是，咱有任务了。哦哦哦哦哦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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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亲爱的花少团的成员们，令人向往的冰岛毕业旅行即将开始。这一站，你们每个人都将轮流担任一日导游，一日导游职责，安排当日的旅行项目，规划路线行程，提前预约景点，根据当日的旅行场景创想完成一至两张有创意、有特色、有意思的七人毕业合照。这里还有一个，根据机场行李转盘行李箱的出现顺序优先决定选择权。哇哦，哇哦 ，OK， 我就想到可能是一人来一天。哇哦，啥意思？啥意思？我完全没搞懂。稍微解释一下规则啊，比如说我想去一个轻松的景点，我要带大家去泡温泉。那如果你也想带大家去泡温泉，这个就是必须得我，因为我是第二个出的行李，我优先选择，是这个意思。一、二、三、四、五、六、七，啥呀？那我第七个。对，所以你是最后大家都选完了，你才能选一个大家要去的地方。不对呀、啊，那我是五，你是七，我是四，你是五，我是四，那我是四，你是七呀、啊，姐，我是四，你是七，不，咱俩相比，我是四。你想干什么？我想掐死你！你想干什么？啊？为什么？难得又轮到我了，请问。反正我们就是一人一天呗。对，那你们先选。哎，那个安宇，你想选哪个？我就去市区呗，市区的市区有四个点。奶奶的中国博物馆、主街、珍珠楼、猪屋酒吧。好，那个小胡，你选哪个？我要不就海钓那天得了，海钓那天都定死了。围巾餐厅和鲸鱼博物馆。绝对选那个冰岛的，王阳城好吗？第四个是谁？第四个是辛芷蕾是吧？你选哪天？我让那个你们八八你们先选吧，我最后选。哦，但是你不是第四个吗？嗯，我知道我是第四个呀。他八八他们不是都做过导游怪类的，让他们先选，那个不想选的我最后会选。这样吧，我觉得你还是就按着顺序选，因为我万一到时候我选完，我如果没有弄好的话，我会更自责，还不如就是最后留下的剩下给我就可以了。行，看你，你要觉得这样好，那就这样哈啊。那我就选徒步吧。我选那个多的吧，转场吧。我就选最后一天吧，好吧。那第一天现在没人选，那就是明天了，是吗？嗯。黄金瀑布、间歇泉、大裂缝浮潜、番茄餐厅。等一下。明天就是我了吗？那我跟你换吧。没事没事，可以的。那我可以跟你换啊，随时。可以可以，明天我来。我来，正好这压力还在这儿。你现在就得赶紧打电话给他。不是，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有啥东西啊？先换，然后黄金瀑布、黄金瀑布也是要预约吧？哦，地热面包，搞什么？地热面包也要预约啊？啊！因为前几天我大概当了七天吧，之前在克罗地亚。然后再当的话，那个压力就会又回来，我那个紧张感就会又回来，而且我们主要是时间稍微仓促了一点，所以我的心情当时是有一点那种，说不上来，很苦涩。等一下，是这样的吧？别再为难我了。不一定是定好的吧？哦，哦，我的一天的行程蕊完了。哇，真的？哦。Hi, are you the ship? Book this activity on the phone and I will get there like 10 a.m. Right. Hi, I want to book the restaurant like October 7. Mm-hmm. Okay, see you there. Bye bye. Oh! 你研究啥呢？哎呀，我的排表呢？啥表？我的行程啊？你有很多吗？你行程？写满满一篇。需要我帮忙吗？我差不多了。
他跑来跑去、啊。天哪，我选的竟然全都是免费的，我竟然都被我选了个最多的，我还想说叫兄弟姐妹们帮忙，结果一看都是24小时免费的。给我幸运儿，拉这个。哎呀，这怎么弄呀？怎么当导游原来这么难？他这个说目前仅有这个十号可预约该项目，他是已经预约了还是需要我们预约？我们自己预约，但只能约那天。那我现在就问一下吧。直接打电话就行，是吧？对，我先发个短信过去。哎，那我也是，我也就给他发个短信。对呀、啊，先发短信问，不比打电话那什么？真聪明。但他这是手机电话吗？还是不是说那种旅游景点那种公用电话？那发短信收不着了，咋整啊？先哈喽一下。不，你先找他要他的手机号，对吧？嗯。Hello。不是不是，我们现在就算有两个。Can I speak Chinese？ Are you a stuffed toffee 什么什么维纳斯 stuffed toffee last year？ Hi， 来你帮我说吧，实在是弄不明白。Hi， is this the stuffed toffee last year like？ Yeah。Yeah. So, do you have the phone number? I want to take a message for you because my English not good. I want your phone number. 优秀，聪明。Yeah, of course. Oh, you're a smart girl. Thank you very much.是这样，我来跟大家讲一下明天的一个时间的安排，就是，上午先去黄金瀑布和间歇泉，去看喷泉。对，看完喷泉去吃饭，吃饭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吃完饭以后去浮潜，浮潜完之后我们明天一天的行程就结束了。哇，你就胜利了？对，胜利了。哎，你这也好，早搞早结束、啊，我就等着回国了。没心事嘞。所以明天我的行程已经结束，现在就只差一个车。如果明天我们可以约到车的话，我们就可以早点先去把车取了。朋友们，我查了一下租车的钱啊，然后符合咱们标准的车，其实只有商务，然后整体下来一辆车是一共7天，15000左右。哪家？15000什么？人民币。OK， 好。如果要租的话，要去哪里租？机场，现在去机场那个还开着吗？关键他那提前一天预定，路书上写了。那快定，快定，明天咱就需要了。对啊，就早上我去打个车，然后去取车，把车取回来。行。哎，咱钱要怎么分配呀、啊？这个，观鲸海钓一共需要25730。我这里目前就只有这个大裂缝浮潜需要这个钱。然后其他两个都是免费的，现在都下来加上温泉的钱是54600。我要20000人民币的预算。14万。5215人民币。姐，我那个预算不够，你再给我多报点。你自个儿报，我再多报点，因为大家要买手套什么的，多报个两，再给我多报个2000。我刚才大致算了一下，就是我们7个人每天是435600冰岛币，就是尽量控制在这个预算里面。好，兰姐，你是学会计的，要不冰岛帮咱们管一下钱呗？好，咱们的会议差不多了，走吧。花少团极光猎人，请大家商讨选出一名成员成为花少团的极光猎人，在旅行过程中负责观察天气状况以及联系安排追光行程，希望你们能够在冰岛邂逅最美丽的极光。我来吧。从开始用的头像是极光，就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换过我的头像。我觉得如果我有那个运气看到极光的话，我会把它拍下来换成自拍的头像。谢谢啊，一会儿请你帮忙打电话。好吧，先把房间分了吧，这是一个房间、两个房间、三个房间。我们住哪？我们是这俩二选一，你选一下，你选吧，我都行。
那就让姐姐们选了。行，那你选一选来。哇，跟我睡觉吧。可以啊，让大姐住这儿。啊，那你睡哪吧，我这儿睡这儿。好，要不咱俩睡中间那个吧，因为男生那个床大也稍微伸开一点。啊，也行。这里作为最靠近北极的国家真是挺冷的哈，而且这个时间北京在过夏天，这都这么冷了，这两天都是只有一两度，要不要来一口暖暖身子？白酒啊，这个呢是42度浓香型的醉酒，风味醇厚，口感柔和，哎，真挺香的哈，要不要试试？行，准备开启我们的冰岛之旅吧，干杯。你们谁要喝水？我要。这水怎么臭烘烘的？这水怎么臭烘烘的？我闻闻，是不是？好大的味儿啊！要不然我再来一条。我这个大便，妈都上头，但是看着很干净。我等一下，我们买点矿泉水回来喝吧，死不了就行。可能冰川水就是这味儿，可能是。火山岩味儿，对，火山岩味儿，冰岛特色水。安宇，明天能跟我去取车吗？行，我去。取车？我去取吧。明天？我觉得行。招招我行。哦哦，我以为你是他，对不起。不要理他，不要理他。你明天去，我不去。不是，我刚才不好意思，我刚才只闻其声未见其人。不好意思。八姐，我错了，八姐。我不去了。不是。我得好好睡一觉，我今天一天太累了，你去吧。不，八姐，我觉得你对我有误会，对不起，我错了，是我的问题。既然如此，明天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好不好？我们去大草原的后边，等候鸟飞回来，等我们都长大了，就生一个娃娃。哎，我们那个最好把充电宝啊，大家把充电宝都充上电啊，因为我们自己要导航什么的，可能手机费电费的就比较多，大家串着用一下。好的啊，好的。哎，明天很冷啊。明天。对，因为明天咱看喷泉嘛。你看，我得带个这种冲锋衣这种。焦姨，交给你个任务，能完成不？啥任务？每天查一下天气预报，报给大家。行不？好，让大家伙知道一下那个什么。第二天穿啥？行不？好乖啊。真棒。大姐，你就总统筹，指挥一切。我可真是太难了。就这样吧，我不行了。哎呀，爸也困死了。爸，咱躺下吧。好。OK， 剩下这个灯，这灯是吧？就这个。你是谁？我为什么在这里？陆小生，安宇，你要去？你去？行，我去。
一些回放。此时此刻，有一位王安宇同学痛恨自己的英语很好。记得带麦。OK。我去等出租车。这谁给锁了？哦。哦。哦。Hi, hi, wait a minute. 姐。车到了，走，车到了，走走走走。OK OK, thank you, 走。有这么多人啊？没有人啊。没有人啊。哎，他是八点钟开门，其实电话中心能接电话的时间也是八点到十六点。没事，等八点吧。我们到那儿就等到八点再说。对，至少他来个人。是，我们吃点吃这个吃点早饭，可以买这个袜子，今天浮潜就可以用到袜子。哦，看到甜甜圈，一大早的甜甜圈。哦，那有鸡蛋姐。哦，对，买点吃的，我们坐那儿吃，在那儿等就好了，半个小时。好，好不好？好的。你为什么会有钱啊，姐 ？ATM 机上取的。但你问他可不可以刷卡，如果可以刷卡我们就刷卡。哦、oh, OK, 可以的。密码你知道吗？1818。1818。啊，全世界都知道我们的密码是1818。哎，你俩是要买袜子吗？一会儿买，想买顶帽子，买个袜子。你俩可能还是估计要跟兰姐那边去算一下，要每个导游用完的钱剩下的是多少，大家买东西可能还是要有一个平均额。哦。哎，不知道家里边他们那些人早饭是怎么解决？嗯，赶紧的，上钟了。We're just getting the car ready. Yeah. Yes. Just to now give you a ride. 他让我们上车先。所以那个地址是这里。对，所以我们应该来这个里边，不是在机场等。It's okay, it's okay. 没关系，就是。所以我们确实也找到了地方，还好拿到车了就可以了。I just need to drive it. 驾照，电话号码，我们地址在哪里？这里的地址在这。Skr 再给我一张，谁的都行。辛芷蕾的吧，我觉得比小胡靠谱点。还是你觉得小胡？别说话了，我们紧张。怎么走姐？往右。右拐是吧？
哎，这是，完了，掉头发，都差不多。搞上去吧，全部弄上去，全部弄上去。对对，没问题，没问题。哦。兰姐在家做早餐呢，真棒。兰姐，你们吃，我们基本上手续办的差不多了。我们在这边等人家的时候买了早餐吃了。OK, thank you so much. 走吧。哦，这个车。OK, 来啊，我们试试。Hello, passengers. Fasten your seat belt, please. 八姐，你开吗？嗯，你是不是还没有开过在这里？是的，让他试一下吧。你坐前面吧，给他导航。好。哎呦，你先把车着上，让他暖。咋着啊？你给我下去！竟然问我咋着了？是哪里啊？把那个钥匙插上。哦、OK。是这意思吧？是这意思吧？啥意思？不对吗？我踩刹车了，踩死，开始，对 ，OK， 好，哦，热一热 ，So how are you？ 我问他开过车吗？他说在剧组，他开过几次。什么什么什么？你剧组开过几次就 OK 了？对。对但是我跟你说，像我们这种开的越少的人，越谨慎，越安全。是的，是的。你看小胡那开了20000公里，那车飘的快飞起来了，已经。在下面，那我这个座位怎么在下面，我来帮你调。OK， 这里是前后， okay, 可以。油门是最右边的是吧？油门是最右边的哈。是。这是不是个错误的决定？陆姐在想，我为什么今天要过来？来吧，大家。好了，走吧。那个从哪儿走啊？从这儿走，从这儿走。不是我的意思是，导航还没开。哦，对。等一下。全开那个灯在哪儿啊？搞美啊！第一次主动系安全带。左手下面全开。走吧，出发了。出发。等一下。这是手刹，把手刹放了。这是把手刹放了，搞美啊！然后踩刹车，我感觉我在考驾照，我真的害怕。慢慢踩刹车，往那边走，往那边走。哎哎，把转向灯。OK， 转向灯，要是有灯吗？有。放刹车踩油门。小美啊，这个车是吗？跟我并肩前行啊！你先走，你先走，大哥，你先走。没有没有，往那头上。那你说的是哪儿吗？上路啊！你得上路啊，姐！你得上路啊，姐！哎，我有路怒症，我跟你说，我会生气。有右转弯道啊。Good， 加油！哎呀，上路了，可以。我发现开车这个。就和那个游泳是一样的。可以吧？ Good。哇，这车很好啊。能行吗吧？应该可以，我实在不行了，我一会儿那个啥呗。你要当心啊，不行就让那个小吴。好，你累了就跟后边说。OK， 尽一个导游的职责，把大家安全送到目的地。好，我们换着开吧，姐。我先开吧。行，黄金瀑布对不对？对的，黄金瀑布。1小时45分钟。啊，这么久。Let's go。哎呦，你有找到吗？烦恼。小心。嗯，往哪呢？然后这个环岛。这个环岛。这个环岛。哪个环岛？这个是哪个呢？
这个是哪个呢？这个是这个口。但是我做导游，我可不会开车呀。我也不会，就咱俩不会。我一点不会。哇，这地方自驾游太舒服了，太嗨了，我也要开。好舒服啊！给你导的时候，坐你边上，给你当助理，给你导个航。你就假装也是你开了，走着。感觉是好。嗨，嗯，下一站你看下一站我来。我来。你个石头剪子布，石头剪子布，石头剪子布，石头剪子布。哎哎。你来，我开一会儿给你开。哇，你看这个，哇，你看这个，哇，我看雪山，好美啊！这个黑的上面是白的。拍拍，姐，你拍一个发给我，这说是我的。这是冰岛，再往右边看，是冰岛，漂亮！我还很配合的看，我以为是沙。要到喽！哇，好大的风啊！哎呦，我想戴面罩了，那脸冷，吹脸生冷。哇，这么冷啊！很冷。现在是感觉真的有一点是冰岛的感觉，我要裂开了。Oh my god！ 哇，我应该微微进来的。Oh my god！ 冷死我了，还忍！冰岛的大风说：“来看我不刮死你！”哇哇，我的妈呀，太冷了！疯了疯了，走，疯了，哈哈。哎呦，哦，咱就是点到为止不行吗？回去吧。这鼻涕都流出来了。啊，我也是。哎，上面看我看一下，这是鼻涕的一天。哇哦！冲啊！水流真的很湍急，这里是冰川水啊！哇，壮观啊！哎呀，这都有水冲过来了呢！啊，吓人了！哎呀，真不得了哎！哇，哦，哇，哇，哇，震撼，不震撼！哇，啊，壮观啊！美啊，太美了，好壮观啊！打卡打卡，别忘了拍照呀！我给你打卡，拍合影。这样，我们每个人比个叉。我比不下去。好了，该我了。哦，别倒啊，别倒！哎呀，哎呀！兰姐，你还能再低一点吗？能。可以吗？歪点走。哎！啊！塑料开了！来来来，保持不了太久。来，快来呀！就这样。我戴个帽子。我戴个帽子，别说了，来，不行了，你太过分了，我不行了，我要给你一堆坐下了，哎呀，我不管了，我坐下了。
来，我好了。啊！哦，不错不错不错，可以可以可以。开车2小时，拍照10分钟。要的就是这个感觉，谢谢。芷蕾姐，你开啊？你想开你开呗。我想开。那你开。嘿嘿，那咱俩不白石头剪子布了？那咱俩还说啥嘞？我可是对你掏心掏肺呀、啊，芷蕾姐好点吧。你要这么说，我先给你背上去。行了。哎，真行，挺有劲儿啊，搞不懂我有劲儿。哎呦，哎，我看我能背到你吗？哎呦我，哎呦我刚刚沉。哎呦我的妈呀，感觉得有200斤。哎、我说挺轻，你轻，贼拉瘦。我估计你也就80斤吧，差不多呗。大家快来，祝大家年年得福，说说今年的开心事儿吧。让我们一起去我的新花店打卡吧。对，一起有花店，正好我要办喜事了，这可是大喜事，更要一起有福，一起有福同享，年年得福。哪个是我们的车呀？啊，弟弟，你别开了吧。没事，我来吧。开上瘾了，开上瘾了。你确定吗？确定。快上车吧，姐，太冷了。找那个间歇泉。间歇泉。姐，我那预算可能又要增加一点点哦。因为估计他们没有保温杯的，要徒步得买一个小小的。我只是负责统计还剩多少钱，那你就给我统一下。好，钱你们都跟那个兰姐去汇报。现在都是财务兰姐管这事儿了。什么叫财务？我叫金主。金主，金主兰姐，请搞清楚称呼，差不少吗？档次不一样。亲姐，亲姐。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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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原路返回就是了。我都不记得原路在哪。吹清醒了。间歇泉我们要怎么打卡？我们现在先设计吧。我们在那边跳一下吧，那个路书上，因为我已经想不出别的招了。大家有啥招？跳一下是吧？就是就我们你两个喷呗。对，我们跟他一起往上走。哦。你手凉吗？给你，给你带一样，可暖和了。真的吗？好，那给我带一会儿。我刚摘，里边还有，还热乎。嘿嘿，好嘞，谢谢。是不是暖和？暖和的。那小羊好可爱，慢悠悠的。薅羊毛啦！是毛衣，剃羊毛。搓羊绳儿，吃羊毛那个是不是织不成一个什么东西不让走？呀，还那你得织几天，真的织个面罩可以，我觉得。哎呀，我想戴面罩了，那脸冷。那你织的快不快呀、啊，姐？不快呀、啊，我们家以前的毛裤全是我织的，毛衣毛裤。你一般织一条围脖织多长时间？妈呀，看你用多粗的针和多粗的线了。那面罩呢？你估摸是织多少套啊？啊不久离开冰岛能织完。他们应该现在织都是机织了，都不是手织了。对，机织就一拉，它就一排，就要快很多时间。啊，机器的机啊。机，那不然呢？难道是咱们下鸡蛋的鸡？织的那个鸡，现在人不织了，把鸡都训练好了，把鸡织。你这人就是贪得无厌，吃鸡肉。还吃上鸡蛋，还让给织毛衣。你咋想的？毛衣出在鸡身上。什么玩意儿？毛衣出在鸡身上。哦哦，喷泉了！哇，是这儿吧？哇，我们来到了一片很神奇的地带。它叫间歇泉，
喷的也不知道是不是热水啊。是80到100度上洗，比咱酒店洗澡水都热。哎呀，好臭啊！这不就我们洗澡水的味道？这就是我们洗澡的臭味儿。对啊，所以人家是递热水来的。所以洗完之后皮肤这么好？它有硫磺吧，矿物质有点鸡蛋的味道，臭鸡蛋的味道。先观察一下，只有5分钟再喷一次。哦。就这样拿手机对着他，5分钟，姐，现在有时间。要来了，要来了，要来了！哪里哪里？你咋知道要来了？我跟你讲，他孤独呢，你看。兰姐，孤独了，准备。10、9、8。哎呦，这泡越来越大了。6、5、4、3。来来来。2、1。0.9，0.8，0.7，来了来了，0.6，0.5，哇，又来了，0.4，0.3，0.2，生气了我，我真的是我这，再录一个，快点，痛快了，不是，他有一次很大的波澜。他翻起波澜。哎，有味道，有味道，来了，出味儿了，出味儿了，出味儿了，又那个味儿出来了，来了来了，哦，长起来了，快录，3，快录，2，冒泡了，1。扑过来，快把脸朝这儿，快保湿面膜。OK， 拍照吧。咱们就是等它这样喷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跳起来。我们得转这边跳吧？是得转这边，但大家都想看现在。没事，我们就拍背影。我们可以拍背吗？拍背可以吧？OK， bravo。 妈，累死了！这次怎么那么快？感觉他太调皮了，太调皮了。对，再来一张，再来一张。我要用这个，我是这个。哎，那我们就这个好了，那个冲击波。好，这可以。然后你在中间，你是这个。啊，好，我举个大缸。你可以低点，爸爸。举个大缸。或者我们传功也行，你这样给他推他后背。哦，这样行，这样行，这样行。好，那就倒过来。我这个，给妈妈验一下。嘎吱窝呀，我哪都啊。来，摆个这个这，跟小鸡儿似的。哦。一看你就从东北来的，广场舞出身。他先摆。就我这个很专业呀、啊，咱每个人，嗯，少林功夫好啊！有啊，太逗了。
绝对是一拘溜摆出来的。哎，有了，走吧，有了，有了，走吧。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哎哎，啥？手机？不是，我手机没了。揣哪个兜里的？你刚刚还在那拍照录视频呢。我去找一下，没事儿。摸一摸，你口袋太多了。他肯定在他口袋里，你信吗？嗯。哦，在我兜里。来看，我就说糊涂了你。Sorry。走走走，出发。地月番茄餐厅吗？啊，对。哇，这餐厅怎么这么大呀？哎，那里边是什么？罩的是番茄吗？这是农场。哇哦，里面的大棚那个灯跟那个夕阳似的。它就是帮助西红柿成长。嗯，这不是欺骗西红柿吗？单纯的西红柿真可怜。哦哦哦，走吧，饿了。哇，这好漂亮。是我们的位置吗？嗯，咱快点点餐吧。番茄汤加面包，他们的招牌菜是吧？我要那个招牌，对吧？我也要招牌。I want order this one. The cheese platter? Yep. Okay, that's it. Yep, perfect. 哎，陆姐，陆姐没给我钱，钱在我这儿。哦，你要在我这儿支多少钱？15000人民币。人民币。那得呀，乘以20，这都是我的。不是，我数一下，全是你的。昨天他们就取了今天一天的量，他这不用，爸爸，一会儿我可以刷卡，然后把单子给我记上，好不好？好。So since you are all here, I would like to welcome you to our farm, Frithemar. I live here with my family, growing tomatoes, as you can see.他说很欢迎我们来到他的庄园，就是这个是他们的番茄培育中心。然后会不会大家会觉得在冰岛种番茄很奇怪，但就是他们会从地下抽我们闻到那种水 95 degrees 就95度的热水，所以他们可以种出这些番茄。番茄浇热水？No, 就是因为他们有95度热水可以保持这个温度、大棚里的温度。 Then we have bumblebees to pollinate the flowers. Let me show youWe have 1,800 bumblebees. Sorry. 蜜蜂。好可爱呀，胖乎乎的。They fly around to pollinate the flowers, so they are the most important workers. Oh. And everything on our menu is tomato-based in some way. Is it for me? Tomato and olive bruschetta. Okay, thank you. 你点的什么这么好？哇，面包。Yep. 看着很好吃。这里是他们最有名的番茄汤，这个汤可真不错哎，真不错。番茄芝士蛋糕，好可爱，好吃的，真不错。过来之后你们想吃点啥了？咱们在那个船上钓上来多少吃多少。但是确实得买一点，因为安宇完全吃不了海产品。对，给他带碗泡面嘛。你对我兄弟好点行不行？哎呀，再加根肠，把那肠放水里涮一涮，他又不吃。下水的肠，油下水的肠，能给我吃一口吗？盒饭，能给我吃一口吗？馋死我了，我给钱行吗？他们是啥盒饭？中餐吗？老多肉了，我看。5万，克朗，一口。快把门锁上。5万克朗吃一口，这么黑吗？土匪吗？这不土匪。真好吃。妈，吃饱了，吃饱了咱就走了。走吧，姐姐们，结账吧。我先去开车。我可能假以时日就能唱歌了。你是不是自从？嗓子坏了，精神好像也有点那个，怎么是这样？嗓子以前就像百灵鸟，人还是这样，人就一直是这样。酱香酒心巧克力，腻口丝滑，美景心醉。Everybody, let's go.
了来了，捂住了捂住了。啊啊，推推推推，你给油。这真的是一些莫名其妙的综艺效果呀。洪湖荒之力，二一走，推往前开，踩油，走，踩油，走，往前开，等等我。哎，这样开我真的不敢，不然等等我。开，一二，往前开，开，我知道，等一下。不行，完全不动。把手刹放了。哈哈，搞美啊！我试试吧。来来来，小胡 ，Let's go。漂亮，你开吧，有点费劲。我手机在你那儿是不是？我还你了。真没有，你掏兜。你看看那儿有没有掉？前面车前面有没有掉？车前面掉？在这儿呢。你掏掏兜吧，哥们儿。我掏了。你给我下来！你给我下来！真的是很小啊。走喽。好的。都到了哟。到了，可以出发了。Oh, let's go。我今天一天给这车开熟练了，开得很熟了，是吧？嗯。哎，大家晚上想吃什么呀？是想吃中餐还是什么当地有特色的什么牛肉汤、羊肉汤，这个汤那个汤的？螺蛳粉。螺蛳粉，那就是超市买喽。去超市吧。好，咱晚上在家吃吧，再说。螺蛳粉。爹，啊，你帮我看看群，我那个我发了两个文件，那个是不是就是确定成功了？你帮我看时间是不是没有问题？10月9号上午11点，对，是对的呀。没错是吧？嗯。5个小时冰川涉险，5个小时，决定要不要去对我来说已经很涉险。走路走5个点啊！你相信这一定是你人生中值得的。9981难，哎呀，又来爬山了。雨变大了，啊，不行了，哎呦，小心！哎呦，可以慢一点吗？哎呀妈呀！啊。好开心啊！你留这儿吧。我迷失在冰川里。到了，我们。他是穿那个女生那个潜水衣，但这种还是会渗水。还是会进水。当然。他说完全不会冷。哦。他说只有手跟嘴唇会觉得冷。那是因为他们体质吗？
你们从侧面看，全部返祖，全部返祖。别笑别人。真的，我会不自觉嘟嘴，你看。变成包子脸了吗？这个好丑啊！疼的我不想笑，疼的我想笑，这里的刺儿有点傻了。感觉那穿这玩意儿降智了，比你降魔术。那你说别人不能学不行，我们可是太傻了。我现在勒的就只想笑，你知道为啥？缺氧，我大脑已经没了。Okay, ready to go? Yeah, let's go. 斯弗拉裂缝，大陆板块撕裂的见证者。在这片绚烂的海底世界，游客花费20000多克朗，就能在专业教练的带领下，拥有同时触摸北美板块和欧亚板块的绝妙体验。经过硬化熔岩数十年的过滤，裂缝里的冰川水变得清澈无比，阳光明媚的时候，能见度甚至高达120米。当纯净而幽深的裂缝沉默地凝视着你，再加上夏季时也只有2到3度的水温，让这里的浮潜活动成为了初学者需要足够勇气才能享受的独家运动。可是，谁让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呢？大姐真好。So you can do it, yeah? Yeah. Breathe easy. Face in the water. Look down, and swim.你们想象不行啊，这是正常的，没有错误。You can come in. Yeah. 我特别特别怕水嘛，而且这个海又那么深。别害怕。You can do it. Let's go. Come this way. Fall in.Position, turn. Don't worry.
完了，妹妹不玩了，大姐也回来了，你们仨不会一会儿也回来了吧？我们应该到那儿就回来了。其实不害怕，这个不会让你沉下去。你不玩了，赵赵。下车了，下车了。没事，怎么样，大姐？太吓人了，我不行，我害怕。这种美我可能有点欣赏不来，但也算飘过了，我觉得。我飘过了，30米，你看不到底，你自己再去看吧，因为每个人感觉不一样。Stand together, yes. Are you ready, girls? 走吧，姐，扶着点那个扶手，然后小心脚下。Okay, guys. Are you ready? Okay. So I'm gonna ask you to jump in one by one. Just swim to the front. And you can start as well. You can do it. And then please, you just close on this one.太爽了，从来没有看着这么深的沟然后浮潜过。冰岛本来对于整个地球来说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然后又在冰岛的这么一个特别的地方做了一件这么特别的事儿，我觉得很难忘。确实是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它的变化特别的大，特别的快，然后突然变成了不一样的深度的一个地方，还是比我想象中的更加壮观一点。很神奇，看到以前没看过，未来也不会看到的东西，我觉得蛮值得的。因为那是一个边界线呢，原来我在亚洲跟欧洲有了一个感觉，所以我就觉得更有意义。就真的觉得我们太渺小了，你看到这样奇怪的自然景观，你不会再为任何事情再去纠结了。我们就这样躺着拍吧，别踢我啊！手拉着手，手拉着手，来吧，来你抓手，OK。
来了，花儿与少年，冰岛我们来了。游回去啊！怎么样，觉得 ？Very good. Very good. 好漂亮，太漂亮了。难受了吧？嗯，下个晚上脱臼。脱臼了是吧？松一松。好嘞。你跟池塘里的小青蛙一样自由自在呀，好好啊，爸爸，这个感觉好舒服，舒服吗？活过来了，活过来了，翻下去翻一会儿，翻一下，我手湿透了，什么湿透了？赶快上去换衣服去啊！上上上，我进去给你们打手电。哎呦喂！那你现在在想什么？我在想我要不要再试一次，但是教练已经走了，所以应该也没有人能带我试一次了。但是又觉得已经那啥了，又很可惜，但是又的确真的很冷，很害怕。问一个残忍的问题，不行，不许问。如果今天只有你一个人没有坚持，会，那有海璐姐陪你会好一些。完了，当代年轻人的精神状态，笑着哭，发疯。哎呀，为什么会哭啊？不去就不去了。其实我上来的时候我还好，但是大家也安慰我，我就不行了，我就一整个忍不住了，就。所以我想在这坐会儿，就想一个人静一下，再回去换衣服。我怕我看到那么多人问我怎么样啊，冷不冷什么的，我就又不行了。就是有点后悔，我甚至都没看见水底下的样子啊！我还浪费了钱，我更难受了。能退吗？退一半也行。赵一，赵一可怜巴巴的。赵一咋的？赵一吓哭了。嗯，咋的？没怎么呀。没事儿，害怕就不能游，你跑上来是对的。你害怕，你里面容易抽筋儿。我跟你讲，怕没问题，姐也怕，但是咱洗过澡了，对，是吧？你体验过了，主要是什么？天太冷，但是天黑了，但是回感确实很吓人。是的，是的，是的。感觉有点浪费钱了。没事儿，这钱本来就是给大家体验的嘛，花的嘛，对吧？嗯。你姐很勇敢啊，你都那个了还下去了，是不是啊？姐你比我勇敢。咱俩都是最勇敢的。哎，王宇呢？他去开车给大家开暖风去了。走，等等，快下来！我手已经热了。
我来开吧，你上车吧。不行，有始有终。一定要自己来。我真的 OK， 我手刚暖完了，你一会儿手还僵着呢。或者我先开一段，然后给你也行。不，行。爸爸想完美的做完一天导游，是吧？手是僵着吧。我们现在去超市吗？亚洲超市。亚洲超市。但是咱们得在8点之前到那个超市，是吧？啊？为啥？因为8点之后它关门了。可以，42分钟。可以。Let's go。还没缓过劲儿来啊？还没有吗？缓过劲儿了。晚上吃碗螺蛳粉就缓过来。就差一个螺蛳粉了，我就彻底好了。还有10分钟，有7个环岛。每个都走对面啊，一分钟一个。本节目由德芙巧克力冠名播出，带上丝滑的德芙，传递愉悦的力量。本节目由醉酒赞助播出，开瓶醉酒，期待已久。本节目由云南白药牙膏赞助播出，白药守护好口腔，华少游学吃四方。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中国移动 5G 引领快乐出发。本节目由三星 Z 系列折叠屏手机赞助播出，折叠第5代，旅行实力派。上芒果 TV 搜花少同款，逛独家好物。是这个吗？ Asian Supermarket， Yes， Here we go。 快快快，冲进去，下，走走走，去买，赶紧。这就不好关门了，把我的风占地儿。快跑！快来！下，就你一个人在车上吗？不是，我先倒车。好，来。姐，你先进，我强迫症，我一定要给他停顺了。你先进。好。看看这是什么？这是什么？看多少钱？你看多少钱？豆腐乳。太贵了！哇！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买小罐，大罐太贵了。蚂蚁！哎，这是什么？这是大号的。看这边，买点饺子，后天就能煮了。哎，怎么打开啊？对不起啊 ，sorry。这什么馅儿的？看这什么馅儿？糖葫芦，妹妹，糖葫芦，哪儿呢？我好想吃啊，买2个糖葫芦吃吧，一人咬一口。好，钵钵鸡，这是我的一点私心。哦，对，买袋咖啡。来个这个，辣炒年糕。我现在一想到晚上这顿饭，我都止不住的颤抖。不行，我要做清醒的人。我怕咱再看一会儿走不了了，赶紧走。买单吧，再不买真走不了了。哇，老多了，现在是30482。糖葫芦，我就把它冻上，现在就吃了得了。哎呀妈呀，怎么回事？哎呀，大哥，给蓝哥留着，我这儿有一个。没有妹妹，再给你了。有点过甜，回家。那个陆姐，哎，我们那个极光明天是看不了了，因为他已经约好明天的一个行程。没关系啊，我觉得是这样的，极光不是每天都有，就是你肯定还是要选择，如果明天有极光，我们就去看极光，然后剩下的就等于是挪到后边的哪天晚上去玩。你就是所有的事都给极光让道呗。对，是的，就是赶上谁哪天晚上有什么事儿，就是他，我们就可以串一串嘛。嗯，要不然的话就没有办法。可遇不可求。对对对。好，走吧，12分钟。然后前面右转。哇，我还是喜欢这种有灯光的小夜景。到喽，朋友们。
走。这次旅行体验了一把全球通用户的福利，回程我也要用上机场贵宾厅礼遇。需要帮忙吗？有什么我也可以做的。你开了一天车，你歇会儿。对，早晨从早晨起来到现在就没合过眼。哦，对了，恭喜你，结束了。Yeah! Everything 结束了。棒棒没？棒棒。棒棒第一个毕业的。Give me five。恭喜你。好羡慕，非常牛。搞得我现在压力蛮大的。大家加油，只要不给自己压力就 OK。每个人都会迎来那一天。那螺蛳粉里要放鸡蛋吗？放呗，可以放啊。姐，鸡蛋在这儿啊。好。你要用就买。你准备下几个蛋？你让我下几个？我咯咯一声。你让我下几个，我就咯咯几声。我是下在粉里啊，姐。你这个话说的好像，每次好像都有点让我觉得我好愚蠢。所以咱们在锅里下几个蛋呢？还不够精确。你准备放几个蛋进去？七个人七个。我问一下他们，哎，你们吃螺蛳粉的谁要吃加蛋的？你要加蛋吗？你加蛋不？螺蛳粉。我加一个吧。安宇加吗？加一个吧。你们一个还是两个蛋呢？要一个就行了，姐，还要啥俩呀？咱也不配呀。哎，不配吃俩蛋啊？不配吃俩蛋。你又在那笑什么？你这笑的真的是让人慌的上头。笑你刚才我说完那句话的眼神。我说姐，他们下几个蛋？你准备让我下七个？你是不是觉得有时候我特二？是不是人都傻了？我老让你傻是吗？亲爱陆老师，你在这个综艺让我确实是刷新了好几次，人傻了好多回。我的人设呢？我还是跟你们保持点距离吧。哼，这样可能，会好一点。刚见你的时候，觉得是威严大姐。越跟你相处越觉得原来你是如此的童真。你在童真呢？有联想力。行，我感觉行了，我叫人去。快来快来吃饭吃饭。我来啦。新老师吃饭。哎呀，这咋吃啊？新老师嘴都张不开吧。好好吃，太好吃了。怎么样？我现在一日三餐都想在咱家。这真好吃，咱家。我先把明天的那个计划说一下。好。就是咱们明天睡到自然醒，然后11点钟去到奶奶的这个中国博物馆，12:15去到市中心的主街，然后3:30我们预约了一个熔岩的表演，从6点钟开始到8点钟这两个小时我们可以用来吃饭和参观博物馆。对，最后一趴就是酒吧，但是吃饭跟酒吧这个时间是比较随机的，因为10点钟博物馆才关门，我们可以等到博物馆关门了以后，10点钟以后我们再去酒吧。 OK。最焦虑的两个人提前完成工作了呀，安排有点好啊。后天我咋办？我是在吃那个小零食吧。就因为明天自然醒，各位都放飞了自己。难道不知道现在已经是凌晨1:35了吗？我要睡觉了。太逼仄了，这种环境。我今天要成为第一个躺下睡觉的人。你没有真的睡觉，不会是在下雨？
太困了。先上来吧。好像不用困了。哇，今天大家终于正常了一回，所有人都开心，所有人都躺下了，太舒服了。花儿与少年思路记，每周三12点芒果 TV 上线，每周四22:30湖南卫视播出，会员尊享加更版等更多衍生，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通过芒果 TV 国际版 APP Mango TV 同步收看。妈呀，回国了吗？ It's amazing， 全都是中国的。 Chinese culture everywhere。 Yeah， 这正经太极拳，你来展示一下。你们展示啥呀？其实我会吹唢呐。那你吹啊。我觉得我们越来越有型了，就是有一种越来越随意的感觉。对对对，我是我的女儿都很啊，你就能给我养老了。我把你当姐妹，然后你把我当闺女。来，给拍。哦，好看！我天哪，出拍了，出拍了！哇，好美啊，好美！哇，这好看呀！我先来一个。这行吗？这可真不错。买个吧。这个我要了。你买个这个吧。完了，没有钱了。我某没钱了，不买了，不买了。主屋酒吧我们还去不去？我再去我就嘎了。我你看我的眼圈黑了呀。我还是不要再让方文角音乐节那样的事情再出现。走吧，回家喽。上哪儿去？谁要走啊？花少剪刀手征集令新一轮征集开启。当主题曲响起，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哪些画面？你心中的北斗七星丝路之旅是什么样的？是自由浪漫的，欢乐搞笑的，真诚治愈的，还是中二历险的？快上微博参与花儿与少年官微发起的花少主题曲 MV 创作大赛，剪辑创意不设限，还有片头高清原素材任你选，优秀作品将有机会进入节目正片，快来开剪吧。晴朗，出发去山顶晒月光。春天的列车就快要过站，你能不能快一点点赶上？白色的鸽子，柔软的海浪，甜蜜的说世界早安。早安。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上微博搜索花儿与少年，参与花少惊喜互动，解锁更多节目惊喜。上微博关注花儿与少年官微，参与节目话题讨论，和花少团一起研学丝路之旅。感谢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新闻，深度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谈心社，深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内容合作平台小红书，特别合作航机媒体云端杂志，城市商业综合体合作伙伴万达广场，城市地标裸眼 3D大屏合作伙伴长沙之星国金裸眼 3D 大屏，成都兰博基尼中心地标大屏，杭州数字双目裸眼 3D 大屏，潮流引力场大悦城特别合作，百度网盘 WiFi 万能钥匙讯飞输入法，湖南天虹检票集团。我还想来吃一个东西，我偷一瓶他的这个盒。哎呀，还有小葡萄，那我可以吃一个小草莓吗？你别给我拍下来行吗？转过去。啊啊！你最好了，只有咱俩好。抓点小草莓吃吃，我饿了呀。虽然吃了，但是我也饿了呀。我这个人就不能再饿一下吗？
你知道吗？我今天已经顺利毕业了哟。接下来我是一个游客哟。你知道呀？嗯。接下来我是一个游客，我就可以，拍拍照，然后吃吃东西，然后溜达溜达。厨房里有洗衣机吗？不知道呀。他这怎么连个洗衣机？完了完了完了，没有洗衣机咋整？你把王宇的草莓给吃了？呀，他明天早上要做早餐。啊，真的吗？他要做惊喜 surprise， 你给他 surprise 搞丢，他得疯，他得疯。哎呀，这要是被你发现，我可能……那我吃一颗可以吧？啊，可以。啊，那我就吃两颗。看不出来。啊，这是他早餐啊。咱假装看不见他，他明天要惊喜吗？配合一下他。